背手进驻，从中间往两旁挖。这块土地众所瞩目，就是李家芬父亲李日贵过去经营的大通砂石场旧址。就是土这样，对，会继续挖。放样喷漆标示的木头，预计开挖60处点，每点1平方公尺，深度3公尺，间距30公尺。李日贵之子李明哲率众前来表达不满。某些政治打手在这个时候来进行操作，严重影响选举的结果。这个土地你要怎么挖都可以。 你选前挖也可以，选后挖也可以，为什么偏偏要选在这个时候挖？根据立委黄国昌在脸书抛出2001年的空照图，他点出李日贵过去占用国产署里西螺东南段部分土地，里头有好几个可疑大洞，质疑开挖回填，疑似使用废弃物。我们所做的事情一切都合法，我们合法申请，我们是一个合法的业者。今天国家的选举，请问蔡政府？ 你没有别的事情可以搞了吗？你只有烂泥巴可以挖吗？怪手开挖，曾推动弃砍武术的李明哲在旁打拳，连同前几日民众在浊水溪捕获一条的大白蛇，也由韩国瑜粉丝拎着白蛇前来说要迎神。有这只白灵王的发诶造出来，表示讲就是这天谴嘛。哦啊，真无简单，就讲阮有申请。 我今天要来这里耍毛申请，既然袂当入来。国产署长亲自督政，地毯式开挖60处4.04公顷土地，连日吵得沸沸扬扬的砂石案，地底究竟是土或是废弃物，真相将水落石出。三立新闻6一的李建颖、吴一哲，SNG小组云林报道。